五年级 VS 一年级小学生，手机使用差别有多大？你在干嘛？给我自己美个图。自从畅畅有了手机便开始了刷视频，坐着刷，趴着刷，躺着也刷。太搞笑了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要拍照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摆拍嘛。还是经典三连拍，拍棉花娃娃，各种镜头，还偷拍妈妈。你在干嘛？发朋友圈啊。我的妈妈像不像睡美人？你这发的啥？在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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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轰炸闺蜜，建闺蜜群，名字竟是盘丝洞。心中默念一百遍，亲生的，亲生的，不要生气，过了假期再做限制。再看一年级，主要是用来听故事。毕竟还没到爱自拍的年龄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彤彤也会消息轰炸，妈妈终于坐不住了。天哪，快来看啊！这种消息你们受得了吗？我就在外，我有事你不会找我吗？干嘛给我消息轰炸？证明我有手机呀。